做一个醋溜白菜，锅里爆香郫县辣豆瓣和这个蒜，加入藕片、木耳还有这个肠、白菜、胡萝卜，倒酸甜汁儿，加入蚝油、鲜盐、花椒面，最后加入辣椒和大葱，大火翻炒，最后有点勾点芡，做一个茼蒿炒鸡蛋，先把这个鸡蛋煎成一个大饼，把鸡蛋推到一边，爆香这个蒜和葱，加入茼蒿，加入少许蚝油、花椒面、盐，茼蒿炒鸡蛋完成。Hello。这有点像鱼香肉丝的口味儿，藕片儿，这醋溜白菜有点丰盛，里边这茼蒿里我还加了午餐肉，社会你肉姐。